就看我想不哭。
第二次的那个标记雨田就打完。你说我这团啊，二层超高了，三层第二次标记雨田就打完了，靠腰。What？ 好夸张的，第二次拉线。对啊，第二次拉线雨田就打完了，吓死我了。干，其他人都不是固定吧？不知道哎、欸，我随便加的。连马腿，连马腿真的好短哦。就驴子啊，它只是个真的，真的就驴子，不要勉强叫驴子。记得好像只有两个坦跟两个近战士一组，就一起组，然后其他都是高木。我真是太不得了啦！所以这是一到四层消化队了。对啊。干你！该不会你露营有那只龙骑吧？有啊，你要看哦。哎，待会你录完给我打。好哦。哇哟！我又拿到强化药了，三罐呢，有屁用？可恶、啊！武器的强化罐吗？我已经三罐了。然后都没有用，它是强化武器用的、啊。绿色的是武器的，没错，所以对我来说没有用。哦，没救了，没救了，没办法，因为都闪不到。好短哦，丑死了。哇，其实还蛮可爱的，好想把它绊倒。好了，哎、欸，这是每一次都抢金山，开心。回来了，哎、欸，你出来了？没有啊，还剩四成啊。哦，你光推马真的很拉背。好，三次而已。你要打三次，我来看一下。他哦、没有，我要打四成。我现在才在排着海二层。你用排的？加个队伍比较多，然后用排的。这边就差一滴滴啊！龙骑是，哎、欸，帮我点一下龙骑是谁？龙骑加库拉，库拉 L 的，库，哦，我看到，我看到，三四零，三四零，三四零，三四，全左边全部三四零，右边三二零，三四零，三四零，三四零。几乎全身三次，他只有耳环是320，然后打的洞还，嗯，你待会可以帮我看他数值吗？数值哦，还是我把 S P 关掉了。
没有没有，我没办法看他数值哦。有啊，我已经看了、啊，我看他每一个装备的数值啊。哦、oh, ，等一下哦，他叫萨库拉什么？哦、oh, ，我去搜他好了。啊，你到时候再看一下。啊啊啊！我手残暗道，然后就是到这里。没想到我现在硬邦邦的，可以吃一层冰。我还看不到龙骑在哪里。什么花你也看得到花？偷偷的 focus 他，但是他站到我的位置了，大哥，我很害怕。踩他。哎、欸，不对，是我站错边。哈哈，还得！啊！哇靠，那龙骑满血有41耶！啊！我第一次跳死掉啊！龙骑满血有41耶，41好多、哦。啊！我第一次跳死掉哎，靠腰！竟然还想说，跳死掉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做到，然后我就跳死掉了。好，樱花拿铁。哦，是我。是八的，看看数值。靠，他是哦，不是啊，我在想他这三数值，他是撑暴大小暴击耶，他把意识力降很低。他也是要蛮拼脸的啊，蛮拼脸的。对，他是拼脸。嗯，那他平时还是打，毕竟他的装备。的攻速还颇高的，他撑了不少在攻。他这个秋裤。
看他一。他抓了九颗六型的，他抓了九颗六型的攻速哎、欸，好猛哦，超超恐怖，对，他超超恐怖的。但是我觉得攻速高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对，我懂他抽口玻璃，他等于说是靠连击的次数打越快，爆击率有可能爆击率几率比较高。应该说打的次数越多啦。对，然后又加上短阶段能在小小的阶段前在能带王身边打的次数就会比攻速低的人再高那么几，有道理耶、死了、他是故意慢慢考虑吗？哟，这就是打四枪，然后还没死跳跳，而且刚刚已经死了，你都不小心跳死掉了，干丢脸死了。我刚才想说，距离应该够吧？然后干啊，就差一步，就差一步，然后就再死。看他的，jump， 呼哦呼，呼哎，少那个吧，可以试试看啊，我觉得他第一层。一到三层都还蛮稳定的。第三层，因为他没可能挂掉我，忘记没有挂掉。我现在是在偷看他的日记。好变态哦！好变态哦！他有写那个关于龙骑的。我不是个大大吧？还好，他只是。小小 GCD 2.5 没有哟，哇死我去迅速去点技能啊！我帮人家手把玩家，我说你啦！啊哦，我看你疯狂的无敌。我干嘛？就玩换手把。就好，只有 Ctrl 加1234，就1234是用键盘点。
查一下就。好妹。
刚灭过一次，有人挂掉了。虽然我们拼命的救起来了，但是听表示要，所以就再次挂起第二次了，第二次还是第二回？所以你们刚一打到应该有50、30人差了，已经到了中间。超级 Choco Boy 的，四个吧，而且重点是 Choco 那个六型的攻速很多。啊！有人死了，被砍死去。只要有那个黄色的，然后受到伤害，就会弹飞人。到底是挂来还是受到伤害？这里就算不能死了。我觉得打了四层小提亚，昨天打了四层以后开始怀念小提亚。为什么？为什么？他可以边走位边拉。那罗奇身上那件衣服好好看。这个是机关某一套啊，好像是运动吧。对，段子啊。
西啊，好想要。三四，我们要抽三四五，三四五，用力的打过来啊！在三层，啊，好紧张哦！啊，来哦！牌子的人通常都是比较直接。好了，对哇，一热血耶。缺魔的哎，哦，你的血好可怕哦。对了，跟我一样也是龙虾乱喷血，我安心歪。
烤的那个那直线，它的直线是有些是必定要吃的哦。对，你有体质超越的资格。如果你没有，你有体质超越不吃的话，就不会。都会拉一波豆芽台，错，老娘欣赏你。确定是真豆芽吗？假豆芽吗？我觉得是假豆芽。永远，这种永远都是假豆芽吗？哇，第三次就过，一定会过，这肯定会过。如果进最后阶段在20%以内的话，基本上会。我正常基本上不。正常很强哎，刚刚三成一次过。不过
会是一到四。忍者，我们这边没有忍者，全部安放机。我们这边没有忍者啊！武器柜是干嘛？当然原始武器柜。武器柜就是甩到的人啊，就点开之后就立刻一把啦。Oh. 等于说四层会掉一个随机跟一个箱子。箱子的话，拿到的人打开就是他的职业箱，职业武器。不过这种机制比较适合给固定吧。嗯。但是我觉得这样也不错。是没错、啊。他这一个团规定是拿到武器的人就不能闪下去。正常。哎，没我的份啊，好痛苦。我从头到尾没有我能拿的东西。好歹给我个坐骑吧，坐骑没踩到，不知道我还没踩。干，其实究竟有没有机会呢？给我婶婶好吗？干嘛你要进我房间吗？其实，拜托。希望大家都是个非洲人，感谢各位。好紧张啊！这假豆苗，可恶的家伙，他绝对不会豆，这才就是假豆苗。这样子真的很溜了，真豆苗才不可能是这样子嘞，这欺骗我感情的家伙。没有骰到，坐骑被87骰走，是肥鸡啊。没有人要。吉祥，拜托，求求你，吉祥。竟然有人愿意拿那个忍者的武器，
所以他不只是忍者啊，应该是啊，又被甩走了。我看一下，被几多少甩走？被82甩走。你飞走了，我要说你试打完了，打完了，但下面都没有，打完这个四灭的要死，为什么会这样？第三关了，我在三灭的要死，就一到四通常都是熟手的吧，所以我们这三 D 一次就过哎、欸，我怎么都没有拿到。我以为我至少会拿个坐骑的，好痛苦啊！怎么说能换装备？啊，被卡住！拿了三罐，一点屁用没有。哎呀，上个礼拜的那个宠物大赛忘记打了，十名都没有。
好，回神就要砍树了。啊，怎么样？已经打完了，打完没事就赶快来赚金蝶币啊，把挑战值拿。而且我忘记打手大赛了，零分，什么都没拿到。然后我这礼拜完全没有收获，书也不能换东西，然后半样都是没甩到的。好啦，有甩到那个什么破钥匙，一点屁用都没有。想想我好方便想你，你一下就把四神消化完。对啊，我这礼拜就没事做，被整死。唉，你明天大概会不会鸟大便第一？不会啊，不会啊。你应该会遇到鸟大便。不会啊，不会啊。遇到你就是遇到大便。哈哈哈哈。好啦，只好先关掉了。可怕！我朋友这团固定团根本就打不习惯三层吧。那根本有毒啊！谁叫那哪叫消化嘛？根本就想要死定了。哎，你现在是录影关了吧？啊，我关了，我还录影关了，关了关了。啊、我想说开一个五十。我闭嘴，我闭嘴。不会啦，没事没事，大家都知道的啦。反正也不会有人看啊，对不对？啊，这是什么？哦，好久没打这个。哦，好哦。最后我不听，忘记第一彩。要，很方便吗？奶妈智障吧，那么大一个陷阱站在那竟然去踩。辛苦，然后他就连个赞都不给我，去死了。他觉得你奶的不够好啦，一直让人家吃姐。哦，是哈，还在那边输出，对不对？没有认真奶一波呢，真的。至少我没把奶，我没把奶死就好了嘛。没打没打，我真的觉得你拉一波彩就至少要给奶一个赞啊！哎、欸，我很辛苦哎、欸。像我这么优秀，不管怎么让你奶，我还是要给奶一个赞赞。能
来的这么烂，很赞。好耶，我可以换头了。换什么头？把头拿下来换。你说330？万物啊，万物头啊。万物头的数值还挺不错的啊，丢屁哦！有东西没打完，有东西要打完啦，奇怪了，不开门，漏掉什么？另外一波怪不用打吗？我要换纤维，纤维，给我纤维。我纤维，纤维，不是有一只猴子要打，但是啊，看到了，在那里。挺滑耶，我没有点我耶，他这么喜欢被夹，是什么特殊癖好？天哪！又是一个只会补血的赤魔，太酷了。
多还是少？不少，不少，算少。啊？为什么？那边的宝箱不要开。耐久度10%以下，超光我就要裸奔了。哎呀，好痛！打这个，好奇，通通的。
的愉快输出看起来应该是温顺的。卫士七，妈来，做不了了。我要来做三数值的统计表。你们，干嘛把人家打 OP？靠，这怎么看得到啊？哦，好烦哦，都不见了。太扯了。
我来去洗澡了，关掉了。拜拜。